他在左位一直攒风墙，左位攒被动，左位攒被动 ，A 一下，一起来 ，W 变形石，左位别死别死，我们别死，压手就死了，赶紧回血，左位 A 一下拿个助攻，没拿到，死哥没削弱，很赚，能杀能杀。我们吃完线能快6级，他还是4级，他升不了5级，这波 A 一下复刻盾一起来，抬到他 ，AW， 我可以左位躲 Q A 他 ，A 他，太傻逼了，这个致命节奏不该跟他打的。直接来，哦，这来不了，这波来不了，换眼了，这波可以来，这波可以来。他又疯了，但是他5级，直接上兄弟，我要死了，好好好，我不能墨迹的，勾引一下，勾引一下就杀了，前尾鱼就杀辅助一样的，没遇到，这么聪明吗？一起来，我操，飞走了。继续，喜欢抓就来搞 ，AW 漂亮，拿个人头，慢慢打，知道吧？优势慢慢打，就是油就是抓，把他们抓废。死哥小带，死哥怎么7-1？不过没事，他这波这个血量有引魔刀，我们也能杀，我感觉是能杀的。说一下，一起来 A 一下，喂鱼直接 W，A，A。Q， 哎一下 ，W 一起来躲他风 ，Q 拉走，鲁登爆一下10，没鲁登吗？哦，还是死了，小兵打死他。哎，你凭什么来？来，不用交闪现，没事。错死了。一起来一走，不给他距离，走就完事了，杀不掉我们。7级败坏换大招有用吗？想炸死谁？先别打，先别打，先支援下路。或许就完事了，随便杀。他出了个影魔刀，我压你2级啊！你搞清楚，你影魔刀不能这么玩吗？不管他，打不了托死，漂亮！出了主动就厉害了吗？快点吧，直接托死。有眼吗？一起来打对手，直接秒！喂鱼，喂到谁？喂鱼，喂谁？谁死？一起来，打对手带走，鲁登也没用，鲁登你也没用，开杀喽！一起来，闪现拉走，不慌不忙，一起来，打对手 ，Q， 我们来 Q 一，我来。追一下 ，Q 他 ，A 一下，一起来 W 带走，突破直接到后了，杀完，前尾鱼，谁吃谁死，踩他吃了，咬死，还有谁 ？Q W 点蓝 ，E 先拉走，别急，死哥有大，死哥不放大吗？死完了，如果一个够肥的鱼人，他是不怕这个沙漏的，因为不需要大招，无所谓，查他有 R 的，有 R 也没用，直接喂鱼食，直接一起来踩到 Q 拉走，开沙漏不急，开沙漏躲任何技能 Q 泰坦 Q 一下 E 一下走，死不掉，321我们 E 好了，321炸不死我们，不要闪现 A 吗？
七八好像，反正还能再高一点，还有十帧数没叠。你起来 WQ， 不需要 WQ， 就差史哥这个，史哥有点烦了。来、啊，你起来，啊，十，你怎么操作呀？点燃一下一轴，来，来来来 ，WQ 带头，一直躲 ，Q 杀漏。鲁顿 boss 砰一下 A 一下，一起来 ，WQ 带走，一气呵成，行云流水，随随便便四杀，完了就是拉扯操作，兄弟们。